怪不得大家都想看我测这个，我一直以为切糕是最坑人的东西，没想到这个牛骨髓比切糕还狠。咱们先看视频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们肯定是人家一口牛骨髓，你们跟着咽口水，对不对？都想买来尝尝吧。别着急，咱们再来看这个视频。先我们准备一块鸡胸放到料理机里，给它打成鸡蓉，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客人吃剩的牛大骨，再把鸡蓉挤到牛大骨壳中，再用铲子给它抹平，这牛骨髓不就烤妥了吗？现在就连牛骨髓都是纯科技啦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一根骨头传三代，人走骨头还在。我是真搞不懂那些吃播们啊，用鸡肉填充的牛骨髓居然还哧溜哧溜的那么香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真不敢相信。话不多说，咱也搞来尝尝。买了138到5斤，这价格是真贵啊。然后我又去翻了翻评价，都说这玩意儿口感一般人降不住，还有的说根本不是骨髓，全是油。那咱今天就来验证一下，我刚刚称了一下，重量没问题，这里边一共是14个，这一个合到多少？有没有会算的？是不是挺上良心？废话不多说，咱去加工一下，尝尝到底是个啥味儿。花钱的测评我来，免费的红心加号给一个吧。Later， 烤好了，咱来尝尝吧。看一下，这都是油啊！来，有点往上窜啊。不行，咽不动，咱吸一下看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吸出来。太上头了，直冲天灵盖啊，就像在喝油一样，属实上头，我就不信了。来，再整一块。好吃，怪不得你们都想看我测这个，你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？这跟咱们平时吃的牛棒骨完全不一样，这味儿直往上窜啊！再吃两口，估计早上吃的饭都得哕出来。这也可能是我个人口味原因，但每个吃播都吃的那么香，属实令人怀疑。这牛骨髓反正我是接受不了，你们觉得能打几分呢？现在我这胃里还是直往上窜啊！牛骨髓啊！